简单，你们有。而且它是肉一大撮，一大撮，一大撮已经拔掉了，还有一根现在在这边。没有啦，还有还有啦，还有，还有还有，太大只，皮毛怪，这会死人啊！你给他耳塞啊！不会啦，你给他软木塞啦！哎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好，剪掉了。很少看到明星在节目上剪鼻毛，这倒是第一次看到。那个剪刀大到可以把鼻子剪掉，你确定是要剪鼻毛还是剪鼻子？我手很巧，我用这些小东西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不是他的是真的太长了，有点夸张，可以打辫子。